来呀，小子啊！来呀！行啊，有两下子，再来，来呀！宋现在怎么样了？ 叶昭被宋皇帝罢免了军权，你说什么？叶昭被罢免了军权？上当了！真的！好，好啊！我一辈子征战疆场，打仗数百场，唯一败过的一次，就是在叶昭手里。 败在一个娘们手下，真是奇耻大辱啊！上酒，好啊，痛快，来，来，叔叔，喝一碗。看来这战场上解决不了的事儿，通过朝廷内斗却能解决了。这宋人。 可真擅长内斗。王子的意思是，据我所知，叶昭被罢免之事，正是因为我大夏在宋朝廷里安插的那张大牌。你是说，用那张大牌搅动宋？如今叶昭被罢免了。 也正是我一诺大展宏图的时候了。是啊，宋的富庶实在令人眼热呀。叔叔说的对，我们也该好好计划计划了。来，叔叔，喝酒，用这个。